说到刘晓庆，小伙伴们是除了羡慕她那张千年不老的容颜，更是对她的新婚生活充满了好奇。2月13号的八月呢，刘晓庆和富商王小玉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家教堂是举行了婚礼。如今大半年过去了，小庆姐的第三段婚姻到底过得如何呢？6月22号，刘晓庆现身杭州为某整形医院站台，天空不作美，一早便下起大雨。粉丝们的过度热情让场面几欲失控，一向好脾气的刘晓庆也面露焦躁。去年8月结婚至今，按理说也是新婚燕尔，但刘晓庆并没有安心在家陪伴丈夫左右，而是四处奔波捞金不断。对于家庭问题，无论台下记者如何追问，都难以撬开晓庆姐姐的金口啊。这每一次这样都要被人骂，我不谈了，我也不上你的当。